睡了点，咱们下去吧。哇，早上好啊！哇，难兄难弟，啥也没吃呢，没有胃口。可以走了。最好是别再说别来，咱俩会来，稳稳的把这个分拿到。不会来，都在躺床上睡大觉呢。我现在看就是在抖的，就是已经重影了。再过一会儿，胶对不上的对。我们两个都是整宿没睡，头晕目眩，但是没有办法。碰碰运气吧，有就有，没有就放。那边没有也没办法。好好好，哎，哥，哈喽，我们见过是不是？我们昨天那个没面试上戏。我们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工作我们能做，露着角色这我俩能上上的。是这样，今天我们这边确实有一场新戏，有几个分值不同的角色空缺，有两个高分的。然后一个角色呢是黄警官，然后一个角色叫阿昌。这个黄警官呢，他需要演出被气流炸伤之后会露出五种不同的情绪，是目前为止分数最高的一个角色。多少分呢？240分。被气流炸伤，阿昌呢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车里面被炸死的那个死尸。死尸分高不？死尸是150分。黄色是露出五种情绪，对不对？对，可以。我演死尸，我可以吗？哦，如果其他组人来的话，他就是他们角色，对不对？哦哦，我吓我一跳，爸，一下给我炸醒了。你说我躺着，哦，笑死！来，我招人带我去换衣服吧。换衣服，我们先用服装把我们俩进入那种状态去。你是阿昌是吗？对。我已经够穷了，别连累人。听我的，跟我回去开会。哎呦我的妈呀，太难了，毫无头绪。我就只能反复看这个原片，准备工作再做得更足一点，可能是会演得好一点点。那这个是只有一次拍摄机会吗？文戏拍完才会拍爆炸的。志伟哥，周深 ，Hello， 两位好，两位好，好。怎么样？要拍爆破啊？啊，其实爆破了是很危险，很多东西要小心，小心。对 ，OK， 好，小心啊！好，准备啊！车没问题，来，准备爆车。跟演员说，我们只有一条的机会啊！只有一次机会了啊！快！你要加油！我不行，我不行，我演不好。来，爆破是一个什么呢？是这股力量是往这边推的嘛？因为我们做武行啊，以前呢，都是喜欢做替身的，挡脸，就是这样，就走了。你是演员呢，就不需要挡脸了，两个手可以抬，就出来的比较宽嘛，头要硬，因为才能下去的时候这样就会受伤。OK， 好，不要往远，往高甩。曾志伟老师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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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怎么做能最好。出去挺，但是往机器冲。哦，往机器那边。来，师哥。因为我没有爆破戏这样的经历，做这种肢体动作我就是不太擅长，肢体不协调。摔了十几二十次吧，就是我摔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感觉到有那么一丢丢的累啊，或者说辛苦啊疼什么的。因为这是一场爆破戏，能爆破的次数它是有限的，最多一次机会。是连炸点一块啊。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在前期准备上多试几遍吧，尽量减少真正来拍的时候这个失误啊。练
火，灭火！灭！灭火！来灭火！来人回来！没吧？好，快点，快点，灭！很好，很好，不容易。不做演员很难的。是我肢体特别笨的。好，我来公布一下咱们的角色分配啊，它分别呢会对应有一个分值，如果说表现比较好的是可以得满分，如果表现比较差 NG 比较多演技比较有瑕疵的那是会扣分的，大家明白了吗？冰皮乙150分，大侠乙60分，厨娘130分，大侠甲60分，冰皮甲150分。这俩是不是贴？没贴反吧，老师？就这样了是吧？哎哥，咱俩是跟着冰皮头目进来的，还是咱俩已经在一桌在那喝呢？这咱就是过去听导演的吧。咱现在一顿设计，然后过去了到导演那完全不对的，白弄。行，咱主打一个不能抢戏啊。哦，这个眉毛是要盖着的还是露露出来？大概还有多久？姑娘快点。对不起对不起，我在进入状态。这个装扮，然后这一场戏算是我第一次演古装，然后第一次演这种角色，然后第一次在这种情境中，完全都是第一次。这种妆造，你看我现在手一直忍不住，嘿嘿嘿。哎，你好，干嘛？就是有没有其他的多余的跑龙套的角色，男的女的，爆炸或者不爆什么都行。嗯，没办法了，镜头已经过了，戏不等人呢。哎，还会再拍一遍吗？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你觉得可能吗？车子爆了，通告是这样子，对不对？你来晚了，爆破的戏我们不能等。你作为一个路人、临时演员，我们希望带到你看到那个爆破嘛，就都爆了，都带不到了嘛。你再演也没用了。还有别的角色吗？怎么办呀？加一个吧。我很惨的，导演呢？我很惨，然后我可以演很好，或者是我在这等他补拍一条，还是怎么样，我都行。装录影，装录影，准备装录影。是准备什么？我可以随时去。然后我们拍那个锦超起来的那个场景。你去跟辅导他们研究一下吧，看有没有可能补一个你看到或者是那种吧，好不好？可以可以。你去培养一下吧，你去准备吧。那我们组还有其他人，然后哎呀，一个一个来吧，你先搞定你自己。好嘞，就先去找导演，谢谢导演，谢谢导演。给我找一些分数高的好吗？因为剩下的角色都是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一样的。但我们迟到可能会减分吧，就是会减掉50分，对吧？所以那还没有再 double 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这边的极限开到11:20。太可怕了，天哪，太崩溃了。啊，其实我有点抓狂，我早上9点起来发现景超和子潇两个人自己去争分了。你现在给他们留言，如果我们正好没睡，我们先去啊，看看什么情况。这个在团队里面是不行的。现在啊，大家全部起床，能起的马上起来，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损失3个角色了啊，这个就400-500分就没有了，然后也不用化妆，打个底涂口红就可以了，因为确实都是龙套角色，也看不清那么清的脸，然后大家可以在路上啊或者休息的时候再补妆好吗？都不要再化妆了啊。啊，现在联系不到人。导演，专场，来来，不用，机器给我留下，你们先走。马上，导演。内容是一个路人看见了这个情况，出发和入画。吴一哥，你是路人，看到，哇，下这么大雨，下雨了，哇，下大雨啊！你看，是不是？如果我们等你的话，拍不了了。你看，马上下雨了，
所以戏不等人呢、啊。那你啊，那什么，你害了我们，扣分呢？不是给分，还扣分。我当时整个人稍微是有一点宕机的感觉，很抓马的事情。脑子里空了，看着那个雨，我说很惨的，导演呢？你看人打雷了，哎呀，所以不能给分了。好了好了，其他不给你看了。怎么办呀？警官，这样可以了。警超了，一开始演的不好，但是领悟力很好，马上就可以抓到了，就给他240是满分是吧？对对对，200吧。好 ，OK。我们现在是个人秀是吗？都自己到点自己卡点过来选角色是吧？你早上你们不是都演了吗？都演有分了，我们争取分怎么了？没事啊，你们肯定优先你们去拿分啊。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我也有点懵。现在就是说，咱俩进去。说是咱俩刚从上一个剧组过来嘛，然后看这边有没有那个。不，你们这么拍，我们整个队是散的。我们拍个人秀的吗？现在。你躲什么呀？你躲咱们剧组的事儿，你躲啥呀？哎呦，我服了这。你作为队长，是不是把人给聚齐了？有我们的队员有好几个在来的路上，我在刚刚的位置一直在等，我没有动，我在等。这组不需要我们其他演员了是吗？其他演员不是在路上了吗？对呀，他得，那你安排呀得。我现在就是这安排，咱俩到了，咱俩先进去，先跟老师说，因为我们组已经有两个演员在里面等我们了。还有已经有两个演员进去了，那我们个人秀吧，个人拍个人吧。我们是不是一个队的？昨天怎么定的？临时的发生，临时的状况，然后怎么情况？队长，你要不要给大家讲讲清楚？我们不要再骗他。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弄？不要再骗他了。你是。然后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队员没有到。我们现在是要每个人个人秀吗？我们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现在这边剧组据我了解，他需要两个群演，然后可以赚学分。不重要，两个合适的来演。对。但是你作为队长，大家是不是要一队行动？我9点出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7:30出发的。好，但是他的出发点为我们好，但是作为队长，事儿不能这么安排。才来，啥也不知道才来，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你作为领导，如何把这个行动穿成线，而不让大家心散了。我们的队员很散，没有人知道谁在干什么，所有人的行动要自己去说，那我去干点啥，我去干点啥吧。这个在团队里面是不行的。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比如说你今天早上我觉得他要7点为我们挣分，很 OK， 但你今天一说，然后你现在挣完分了，你可以回去休息，像子豪哥你休息，然后我们下午挣分，把这个时间分配好，大家都 OK。 是，我是本来是想，因为他也是这样分配的。其实我们不吵了，就是我情绪有点激动啊，是因为我真心希望我们组就输也输得漂亮，不能散了，你知道吗？就是你别看你年纪小，但是你一天是队长，我们真的跟着你走，你知道吗？你的一句话一个什么我们会听的，所以你一定要立起来，你永远要想着你有任何行动想法要告诉我们，可以群里面或认识你想着我们点说一下，举起我们一起干什么事情，我们行动一起拿分，一起要分散，只要加分的分散，你一句话咱全走。行一定的，相信姐好吗？哎，我进去待着了。你去啊，你们走吧走吧。好，随你，听你说干嘛就干嘛。我可能就是想的没那么充分，但是我觉得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嘛。菲儿姐有点可能没太理解我。你作为队长，是不是把人给聚齐了？那我们个人秀吧，个人拍个人吧。
因为我本身在三个队长里面说就是能力最差的，本身因为我的存在可能就是会让他们多吃很多苦，不，我不想让他们因为我的领导能力的不足啊去吃一些别的队员都没有吃过的苦，我会觉得我很难受，我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就想让他们多休息一会儿，就是这个早起这个困难的事就是我去做吧。白人刀救人刀各位同学，现在我们这个戏呢差三个角色，那这三个角色呢是演土匪的。土匪因为有威亚，威亚他有这个大动作的难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就我以170分就可以拿到170分啊，好高分啊。你们只要展示一下你们的基本东西，那因为驾驶了活动了这些，我看你们活动性 OK。 你要拿我带武器了啊，不好意思，不可以有道具。好，你不能有道具来抢你的动作。对，没啥，没有啥展示的东西啊，就是我得现学，就是我脑子里没有套招，我也没有套招，没怎么拍过大戏。我来吧，我来吧。好，哎，对，很好，灵活灵活。好，十秒啊，十秒是吧？嗯，好。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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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OK， 可以了。哇哇哇、啊！看到你的潜力，可以看到了。好，谁来了？自动举手。来。好，我。衣服来，我帮你拿。好，来，好，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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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没事，我就是要知道一下而已。你没拍过嘛，是吧？我都是耍剑多一些。哦，他耍剑多一些哈。来，老师，我没拍过打击，但是我可以做一个展示一下。我可以这样一下。是吼跳。就这样一下。OK， 可以吗？好的。啊还有呢 ？OK， 没有了，我可以学其他，就是要补学，还可以学哦。来，来看一下，哎，嚯嚯嚯嚯嚯，好，大卫辛苦。哎，你们都一个师傅的，怎么都差不多的？不，他俩人家好像啊。到您了，我都说好。老师，我学拉丁的。完蛋了！希望呢是能把明德给留下，弟弟就别换组了。他们几个都在一块儿的话，心里边比较放心。我去哪儿都无所谓嘛。你就是这样展示给我看吗？不是老师傅。
我告诉你啊，你们五位里面啊，最男人就是你，最 man 的是你。然后结果没想到我是这么一面。你到现在你要告诉我，老师，我是跳拉丁的，你来这儿干嘛？是蹭的。对啊，真的。当时是生气嘛，因为我本身是来考核动作组的动作嘛，他给我的表现这样子，那我肯定是对他很生气的。不是，你试试看架势什么来看，我们要评估，就没那么大力道，没有他们小年轻的动作快。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对。你选你，好，第一位，第二位，第二位，哎，很抱歉，这两位是我选的及格的啊，因为这个演员里面呢有三个，现在还差一个，还差一个，这组动作呢是要砸人的，啊。袁武老师，这个我演呗，我不要分都行。体格上他是威猛的，这个也是要考虑的。OK， 好，好。那我就怕砸人的戏让明德受伤，所以寻思还是我来吧。谢老师，谢老师。好，我们这一节的考核。到此了，好，你们三个，我们三个过来，谢老师，好，再去换装是吧？好嘞，好嘞，好，顾老师，努力，谢谢，好，努力，谢老师，哎呦，我们来个拉丁，我就那恰恰我，注意注意注意，这这注意这这不是这这风，我就那恰恰我，注意注意恰恰我，这这注意这这不是这这风，要风扇加水加加加加加，是这样子吗？是的，是的，是的，是吧？谢老师，谢老师。他跳交际舞时候，你还没出声呢。哎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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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那我也跟陪着他们去了。对对对对。OK， 好。你们现在是要，哇塞，哎，现在我可以帮你们去争取群演那些。哦，好，好。哎，哇，哇，来，选角统筹。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有什么适合我的角色吗？对，导演，我这儿只剩下几个小角色了，之前还没全定好。哎，你俩过来。这个呢，是刚才选的备选。好，备选，两。你好，导演。那他们已经选了吗？他们备选。备选啊？对，待定。待会儿就你们比一比，中箭，谁演得好谁上。好，好。一共选两个，半个小时后开拍。锦超，刚发来消息，半个小时后《无间道》那边要开拍了。行，我那边有一个角色，《无间道》曾志伟老师那边，黄 Sir。好好好，道具上垫子。那你，那我来吧。哎，那我就先演一个就是近距离的吧，因为他近距离他撞击感是比较大。好，我看一下近距离的老师。三二一，走。好，然后那个，我再来个远距离，远距离我从后边来。远距离，差不多十来米的样子，有点表情啊。好，三二一。好，来，三二一。啊，很好，蛮好的。哎，我再试一个近距离的，导演。好，来，预备，开始，动。哎，拍这种，下次要给反应啊，那个动作还是要跟表情的。好的，校长。好吧。那我就做一个中到毒箭的反应吧。中了毒箭，哦。
那没办法，行吧。现在棚塌了，正在抢修，大家稍等一会儿。这表演区在这儿吧？哪个塌了呀？刚才棚漏雨。哎呦！好了，没跑啊。其实筋拉好，腿臂劈多少，他都没啥事。筋拉好就好。后摆呢？啊？后摆。后摆。不是，转身后摆那个。哦、你还你还非手引，你还非手引他。我还可以要跳的。专业的让他们交流吧。哎，对，三，我让地方。当个观众呢。对，咱们要保护啊，保护要求。这个吗？哇。差不多，你胆儿真大，敢切磋。因为我特别喜欢后摆，我就见着我都会让他们秀一下。给我搞热了都。你都哪儿受过伤？浑身上下？这个手断过，翻跟斗。哪个小指啊？翻跟斗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练不了了呗。练翻跟斗，我有一下我怕空中我就停了，头落地，我就用手插地，然后这个手断了，腰折过。脖子也折过，半月板取了三分之二出来。其实都运动到半月板伤了是非常致命的一个对膝盖。但是我用了八个月不停的训练，把肌肉群组合起来，让它的支撑还是有的。哇，你看我几块腿还是可以的。可以。没有一个练武打的或者拍武打是身体是好的。没有。Hello。哎，你好，你好。副导演好。导演好，导演好。那。我就把他们交给你了，是吧？好嘞，好，好的，再见。是这样啊，下面我来宣布一下这场戏所有的戏份以及它的难度，然后以及它的分数啊。最高分的是小弟 A， 一共有160分。然后他其中的难点是在于他要被啤酒瓶砸脑袋。哦，真的，昨天晚上那场戏。这个小弟 A 是顽强。第二高的是洛和这个小弟 C， 都是150分。洛的难度在于他要打各种人，然后呢，最后要死不瞑目。因为黄玲有事，所以，这个角色的分配我可能要跟老师再商量一下。好。小弟 C 的难度在于他要被掐住脖子。对，这个是烟许家。然后之后是这个女的小弟 B。B 是什么？他的难点在于他要被这个凳子压脚。对，然后是90分，然后再就是倪永孝100分是张瑞。分数比较低的原因是倪永孝都是文戏，但是要挑战的是就是你面前就是倪永孝本人。对，所以这个还是挺有压力的。是的。然后最后是小弟甲60分，是那个高海宁，难度在于他要用那个机枪扫射别人。对。哇。那各位，我们去换服装吧。好，要一遍一遍来吗？什么？因为我刚被酒瓶子抡过，就在上周，然后一条一条来，脑子被打得嗡掉了。服装间在那边。啊，好的，好的。去吧。好的，好的。我们在车上选服装。姐姐帮我挑一下呗。你要先想你自己的性格是害怕的，还是说你是倔强的？我要演一个倔强的小弟，倔强的就可能比较有型的。OK， 我的皮衣好了。我要当一个怂的。那我西装里边配花衬衫。笑哥就可能是。对，我是这个。对。老板吗？你们整上了吗？对，开始了。我们过来，我们有个机会过来看看。哦。你演李永孝，我也给你演小弟。哎，好啊。好吧。哎，我们应该画完。我们就站在他们旁边，我们就时刻等着。对对，是吧？对，你说的对。
老师，有小弟的衣服吗？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来点释放男生野性的一个一点的东西啊？你要野一点，野点豹子呗，豹子可以吧？花豹。对对对。嗯。戒指、耳环之类的都可以配一下。古惑仔就是很多东西。你前面。又回到这个昨天的一个景，有点落魄。落魄就对了。来了，导演，我就是表演指导。你说我要调谁，我就来，就这样啊。主要是闹和宁永孝的台词会多一点，但是演闹的黄玲请假了。我们需要在现场挑一个人演闹。哦，谁演闹？现在谁演闹？我俩都可以，我俩就都行。要不他试试闹？来来来，闹闹可以吗？好，可以可以。先这个吧。对，可以。来，你先先这个闹哈。你站一下，太高了这个啊。好。能选上我还挺开心的，但是因为时间非常紧，还是挺紧张的。你有啥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角色，因为我没有看过剧本。是一个在黑帮老大身边当了7年的卧底，他是警察来的，然后呢，心狠手辣，大概这样。我要讲词儿是吧？因为我有好多动作，我看。罗没有词，没有词，上面有写。然后拿起桌上的瓶子往那。好，来，谁演谁，拍一个全景，走一下位置，看一个。演谁 ？A A B C C A B C 新明罗少年团。新明罗少年团。没有考上大学之后，我们出来当了混子。出来。三位是跪着的一个状态。4年前，你们收了韩圈的女人多少钱呀？你先说，我没有。给烙一个眼神，你不信，烙。我就看他，烙上去。不是打我。啊，你不是你吗？是我。小 DA 是这个，会有一个糖瓶，然后拿起这个黑色的底子就砸他的脚踝。走到他这儿，这个人已经吓得不得了了，开始有一点点胡言乱语，从后面直接拿出来一个绳子，给自己会忘，就怎么勒，不让他说话。嗯，我看着倪先生，发现都不是倪先生想要的那个结果。嗯，给烙一个眼神，你明白了，倪先生想要的是他们仨死。枪直接拿出来，砰，砰，然后到他。准备要开枪的时候，砰！躲过了啊，墙一下撕死他，当当都火，当一拉啊，一撞他，枪就拿过来了，指着倪先生，小弟拿起枪来，我这，嘣嘣嘣，中弹，我们第一趴就到这儿。老师，你可以再教我一下动作。我第一个来拿瓶子砸他是吧？对。道具瓶是吧？是 ，OK。那我待会儿就砸你这后面了。好，没事。我听得到声音。